给大家看一下店里的情况，太火了，生意太好了。具俊晔同台小 S 人气爆棚，汪小菲隔空较劲，生意太火了。新任国民姐夫具俊晔16号凌晨1点在信义区夜店举行人夫首秀，65分钟的表演人气爆棚，开场就献上夯曲绕绕绕，而前任台湾女婿汪小菲也得绕绕，随意大哥没有输。后边排队小伙伴们，再给大家看一下店里的情况，太火了，生意太好了。我烧的寂寞，冷冻的沉默。小飞苦，但小飞不说，妈妈张兰倒是说了，餐厅事业短时间转店18家，每家店每月开销约新台币458万，18家店呢等同需要8244万的支出。疫情之下，汪小飞没裁员，还替隔离的员工张罗民生物资，佛心来的。开公司的老板在这个时候尽量的啊，能扛过去就跟员工一起扛过去，风雨过后就是彩虹，你加油，我努力，宝贝儿。好嘛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。来看看这头亲友团的助攻，小 S 和老公 Mike 都来啦。She's my new sister, international, professional host. My children, she.还特地发文感谢大家到来，特别是来支持我的小姨子，最棒了。Let's go！ 到处帮忙，谢谢妈妈，我们一起大狂浪。让我们这些姐妹就可以大摸特摸